我自己随便啊。他们走了，咱俩继续喝。小布，我继续喝你，不共戴天。好，不共戴天。 你们是要继续参加比赛呢，还是回北京录完接片啊？嗯，我问问时光。好，那等你睡醒再问。嗯。我们就剩西安站没去了，西安站是开始，也是最后一站。就算没有选手，我也想把比赛完成。行，没问题。等等。 季宇不是没起床吗？你们两个怎么在一块儿？喂，这俩人什么情况？你是不是不想负责？都是成年人，睡一觉怎么了？这。 这是我爸妈，他俩从小青梅竹马，感情特别好。 结果在我7岁那年的时候，我爸还是出轨了。我妈宁死不离婚，结果被家暴死了。这就是爱情。爱情随着时间的流逝都算是最好的结果，更多的时候会腐烂、变质、面目全非。所以，与其去禁锢人的天性，不如放纵动物的本能。 一晌贪欢，懂？季宇，你撒谎的时候，手会不自觉地扣衣缝。季宇，我保证。 绝对不会像你爸爸那样。
所以你不要拒绝我，好不好？可是我现在不想。现在不想不代表以后。季雨，我喜欢你，我想让你做我女朋友。我知道你现在不想，但是我会一直陪着你，直到你愿意接受这段感情。在此之前，我们可以是朋友、情人、姐弟，只要你想，我都可以。叔公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了。哎呀，你们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快走走走走。全都是我一人的错，只陪伴微不碰。刚才你想穿着睡衣就出门吗？再说一遍，昨天晚上我们直播收入的钱去哪儿了？我为了纪念我们的第一次买了一颗陨石，很划算的，还有一张劳斯莱斯50元代金券呢。那是我们今晚住酒店的钱啊，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？少爷，没有钱我们到底住哪儿？不知道。哎，就这儿。这就是你找的地方，情侣免费。像我们这种正在努力成为情侣的，应该也免费。哎，你们是来参加活动的吗？情侣得接吻1分钟，并拍照发朋友圈，超过20个点赞，并附上我们店的定位，就可以给你们免费哦。你故意的吧？来，手机给我，我帮你们拍。快点亲啊，我录着呢。还录视频？你小子套路挺多的呀。红油面皮要不要尝尝？第一次做也不知道好不好吃的。哎呦，我女儿做的那一定好吃，我端到里面去尝尝。季玉，你就一点都不心疼我？那这个你就想拿这个打发我了？那你还要我怎么补偿？我要这个。活该。我这叫因祸得福。